昨晚今天也下了一点雪，但是雪不是很厚，所以还好。飞机准时起飞。我俩好久没有就是两个人单独去玩过了。而且拉斯维加斯我上次去是5年前，他也是5年前去的。我们到机场啦，很开心。马上就要下了，我们上飞机了。我们现在到宾馆啦，已经 check in 了，现在去房间，不知道长什么样，怎么了？啊，到了。感觉没有想象中的大。可以吗？嗯，真的会有人在这泡澡吗？没什么 view 呀，看不见。这个人已经在看要喝什么了。Storing personal items in the mini bar will result in a $50 restocking fee. How do they know? 哦，这一瓶 Patron Tequila。你马上又开始了吗？哦。这个人已经开始想象的喝东西了。我们现在要出去吃饭。刚才上前台 check in 的时候，看见很多很多中国人，然后那个前台就说，过年期间有很多中国人来，特别是这个周末有周杰伦演唱会嘛，然后人就特别多。等一下下去照一下。然后他为了中国新年准备了很多的那个 decoration 的什么的，特别热闹。看这个狮子，咱们应该，我还没照这个，你去排吧，你去排，我照这个，我照门口的两个狮子，加长版悍马，加长版卢森，啊，好想马上逛这条街啊，但是还是要先吃饭。我们到了，这是一个吃烧烤的地方。去年，去年，去年，能拍下来不？拍下来了。这个来吃饭，然后这个酒特别好喝。这个是梅子 sake， 这个特别好喝，就梅子味特别浓，酒精才8度。我们的螃蟹来了，金针菇，这烤串儿没什么味儿啊，很淡，但挺辣的，还行。好，我们现在吃完饭来这个威尼斯人这个酒店，然后想转一下这个船。看下面这条龙，还有桃花，猪屁股，咱们应该上正面照一个。卡地亚在那儿，我们想去卡地亚逛一下。哦，哇，他们好可爱，好可爱啊，这些小朋友。大家都给拍照。这个猪好大，大家都在这儿拍照。我们现在出来了，看这个这么大的 Year of Pig， 应该是那个音乐喷泉。哦。那个声音。下一场是几点呢？不知道。去看下一场。我俩现在在等这个 volcano， 就是 Mirage 前的这个 volcano 的这个表演。
站着等着，好冷啊。刚才从那儿走过来人特别多，但中国人没多少，因为中国人都去看周杰伦演唱会了。我们来了这个 MM store， 好可爱。LOL， 啊，好 Q， 啊，这个可爱。给我儿子买个，这里全是糖。这么多颜色，好可爱！这个真的好可爱，舞龙。这个人开始玩了。三个就有包了，每次都不喜欢。早上好，昨天晚上我们2点多才睡，在赌场玩完上来又泡了个澡，早晨9点就起来了，然后收拾，因为要11点 check out。今天又穿了这一套，因为我带了一套衣服，然后那个裙子静电太厉害了，所以又穿了这一套。我们现在要去布拉吉，今天晚上住在布拉吉，然后把东西放那，然后去那个 Caesar Palace 吃自助餐。然后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iving here? 8 years. 聊天。他们在这不停地聊天，不停地聊天。我们现在已经 check in 了，在 Bellagio。然后我们这个是 Fountain View 的，现在那个 Fountain 正在表演。这个窗户太脏了。照一张就喷完了。看这个 view， 真的挺好的。我们现在要去 Caesar Palace 吃个自助餐，然后出去逛个街。下午就可以看演唱会了，好开心！我发现这个，拉斯维加斯。他们就是把每个宾馆都弄得非常有中国的那种过年的气息，像布拉吉外边就挂了很大的灯笼，然后满哪儿都是恭喜发财啊、新春快乐呀、什么 Year of Pig 呀这种，然后都是红色的，什么大金猪，乱七八糟。我们进 Caesar's Palace 了，都是灯笼，真的全是中国元素。订上这儿来吃，好像评价也挺高的，试一下，也就是美式早餐。看一下 menu， lunch。我们已经点好了，然后这里的人特别少，跟自助餐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刚才来的时候那个自助餐已经就排了好，有多少人？有没有100个人？有了吧，100个人有了，超过100，在外边，就特别多人在等。我看一下这个排的多少，怎么办？我俩来了以后，他就给我们那个 lunch 的 menu 嘛，里头是没有 lobster 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跟他要 dinner 的 menu， 然后点了 lobster 啊、steak 呀、啊，就没吃到自助餐，然后来了就想吃自助餐龙虾什么的，人特别少，
这幅画挺有意思的，人特别少，这基本上没人。我们来的时候这都是空的，咱们来的时候这片麦都是空的啊，现在还有一点人了。看这个面包，就这个特别特别甜，跟黄油一起吃好吃。干杯。我这个酒就是有黄瓜有 basil， 叫 cucumber basil gimlet， 然后很清新，酒味特别少，强力推荐，特别好喝。我俩的东西上齐啦，龙虾加 filet。 哦，这龙虾真的特别大特别大，你把你那个拿出来看一下，它这个已经敲了，但是它那个光那个肉就那么大。我们点的是四磅的，所以就特别大。这个是我的手，好大。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然后7点开始，但是现在马上10点了，那居然这个场没有坐满，觉得好尴尬呀！快4点了，但居然还没有坐满。底下是 VIP， 这个是舞台，我们离得很近。对，我们就是在这个上面的第一排，离得特别近。都坐满了，要开始啦！满场全是积劳成果。满场都都来干了都。买了两个 T 恤，现在想试一下鞋，想给小德子买这个，很好看，就是没码，他的 track 别的 store 没有码，好看。我现在上试衣间了，拿了几件衣服，就是短袖，这个我已经买了一个短袖了，但是觉得这个也好看，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这个，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好了，我拿的这个万能充，这件穿起来就是这样，不太好。对，我挺喜欢这个细节的，这件穿上就是这样，我
觉得这个领子真的很好看，就是有一点点大，但是 oversize 还可以，但是这件 oversize 就显得很胖，所以还是得穿 small。 这个拿出来，这旁边是有这种 detail 的，所以还挺好看的，但不知道该怎么办，有 small 就好了，出去问一下有没有 small 吧。可能现在来吃饭，然后去这个日本餐馆给你们看一下多可爱的日本餐馆的这个东西。这个就是里面是 tuna， 然后是 crispy rice。这个是 tuna， 这个是 rice，这是 rice， 把这个弄到这上面去。这个是 tuna， 然后蘸上以后蘸在这儿吃是吗？好了，我是农村来的，然后要了一个 uni shot， 这个人要吃，好可爱，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多可爱。这个是 taco， 他们叫 specialty taco， 最少点两个，然后我们点了一个 tuna， 点了一个 wagyu beef， 然后它是这么小，这么小，这么小的，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怎么样？好吃吗？特别腥吧？不行，挺甜的。这个特别好吃，就是一个 taco， 这个是 tuna 的，然后刚才那个是 wagyu 的 beef， 然后就特别嫩，特别嫩，特别好吃。我们的到齐了，我们点的 sashimi dinner 就这些，然后这些是大概70块钱，就这些。然后这个是 sushi dinner， 然后这个大概是大概60块钱，然后点了个 hand roll，可能我是农村来的吧，然后就是这一盘是120多，我真是，哎，怎么样？酒味浓。我们点的这个 dessert 是叫 Japanese whiskey 什么 cappuccino， cappuccino， 然后这上面就是 cream， 然后下面是巧克力 caramel， 巧克力什么的，最底下是 ice cream， 然后有很浓的一股酒味，特别好吃。我们终于回 hotel 啦，现在已经都12点了，半夜。我们刚才吃饭是都11点了吗？对。哦，我这次来拉斯维加斯带了2个 camera 的电池，我明明带了2个，结果今天出门的时候就忘带另一个了。演唱会刚开始，这个 camera 就没电池，关机了，然后一直用手机。刚才出去吃饭呢，就是干嘛都是用的手机。我今天购物购得比较爽，就是没有买很多东西，但是买的东西都是我要买的，就是我喜欢的。在 LV 最后买了2个短袖，然后一个鞋，一个围巾，在卡地亚买了那个手链啊，不是手镯，对，就那个他家的那个经典的。Love 系列那个是小德子给我的7周年礼物，对，特别开心。本来想买那个钉子的那一款，但是没有号码了，然后正好那个 Love 那个带着挺喜欢的，所以就直接买了那个，好开心。现在还不能给大家看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这些买的东西都让他直接寄回家了，因为寄到我们那儿就是免税嘛，我可能今天光税就省了大概有1000块钱吧，就光省税就省了1000块钱，寄到我们那儿就没有税嘛，特别好。好累啊，洗个澡睡觉了，明天中午12点半的飞机我们要赶回去，对，那就这样，晚安。Good morning， 我们要去 check out， 我们已经 check out 了，
我们要去坐车去机场了，听说机场人特别多，安检就要2个小时，所以要早点出发。等会儿见。Hello， 我们已经回家了，好累好累啊！我在飞机上就一直睡觉，一直睡觉。刚到家，连衣服都没换呢，先换个衣服，就是穿了昨天穿的那一套衣服。我这三天都穿了一样的裤子。订了，越南米线，就 for， delivery 的，等一下送到我家，吃点越南米线。哎呀，就是那个。可能在拉斯维加斯这种大鱼大肉吃太多了吧，一点都不想吃那些油腻的东西，就想吃带汤的那个面呐什么的。赶紧把衣服换一下，等一下吃个面。女儿5:45有跆拳道的课，得去练跆拳道，直接就把我妈送回家。今天可能就这样了吧。去拉斯维加斯真的感觉就是纸醉金迷的生活。就除了玩，除了逛街，就是吃好吃的，要不然就是在赌场里。我俩的结婚纪念日快到了吗？就是23号，就是我俩7年的结婚纪念日了。所以这次去拉斯维加斯就等于直接过了一个结婚纪念日。啊，好开心，好累，要休息了，赶紧换衣服下去吃饭了，拜拜。